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讲的是信范法师《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那么在第796页约行探那在这个之前呢有约法探、约人探到什么约处探这个在妙法莲华经所处的地方那么就如同什么有佛陀的法身舍利塔一般的尊贵那么现在呢约行的这个部分如何的去行持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科判表约行探的部分呢那么分了所谓的法说、譬说、合说到简非有没有那么所以呢先从法说那在法说方面呢有善位善行说还有呢敬畏敬果说两个说那么释迦牟尼佛接着对我药王菩萨说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萨道有很多人也是不管在家人出家人都可以行菩萨道若是呢不能得到不能得以见闻读诵书持供养是法华经者也就是说同样在行菩萨道来说的话如果没有机会去见一方面是见到法华经或者听闻到法华经或者读或者诵或者书写或者受持或者供养这部法华经的话那么当知世人呢未善行菩萨道那就还算不够是那么样子的完善为什么完善呢因为法华经里头讲很多菩萨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对不对尤其比方说是声闻缘觉呢都也是希望能够怎样会三归一嘛而且会有所谓的权巧跟实相的这个部分那么是让我们在菩萨道上呢能够更加善巧能够更加善巧那如果没有机会还没有因缘能够见闻读诵书持供养到这部法华经来讲的话那都还算是怎样未善行菩萨道那表示如果我们能够见闻读诵书持供养是法华经者的话呢才算是什么善行菩萨之道若有得闻是经典者呢乃能善行菩萨之道然后才算是善行菩萨道所以这部妙法莲华经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在菩萨道业上头那在第797页的这个五菩提二道五菩提有没有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表上以前我想在我们很基本的表里头已经都有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可能就比较简单一点二道五菩提有般若道到什么方便道五个菩提呢就从发心福心到明心对不对明心然后再到出道菩提到什么究竟菩提嘛无畏呢也是从无畏的话就是从什么下面这个是不是就是唯识学资粮位加行位到通达位所以这个明心菩提或者通达位那这个部分或者这下面的十三柱里面集喜地就是初地有没有它是不是一个超凡入圣的关键呢那之后呢十地菩萨其实就是修习位到成佛的什么究竟位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是不是就很轻松了因为这个都是我们的基本的基本的这个架构所以也是从发心种性住有没有到圣解行住所以第一大阿僧祇劫其实所做的就是什么圣解行住嘛要能够圣解佛法不只是世间法的部分所以可以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乃至暖顶忍是第一对不对而到达了什么初地那一直到实地圆满到第十三就是如来住也就是成佛所以这些其实我们平常也都讲的很多所以也会比较清楚整个菩萨道位
这个道这个果位的这个问题啊，那也会啊影响着我们生生世世的这个修行的方向。如果正确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其实是可以有信心的啊，而且呢其实应该是越学越自在啊。未解脱之前呢，其实会应该学的正确是越学越自在，而不是越学越痛苦越烦恼，那就不要学嘛，是不是啊？世间法已经啊让我们起了很多的烦恼啊，这些那如何就去对治，其实佛法尤其在菩萨道上也告诉我们很多啊。所以呢像妙法莲华经啊，也是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这个切入啊。所以妙法莲华经也是我们在菩提道上面的一个啊很重要的修行指南啊。所以呢如果能够得闻是经者的话呢，那么乃能善行菩萨之道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善行不善行的一个关键哈，因为在行上面的嘛，啊，因为现在是讲的是行的问题哈，所以从法说来讲，啊，还有第797页呢，就约近未近果说啊，到底是不是比较靠近的那个果位的问题啊？近未近果有没有离果位近不近的问题？也就是方向对了，是不是才有可能逐渐接近啊？啊，方向不对的话呢，会越走越远，对不对？啊，所以呢，佛陀也告诉啊药王菩萨说：“岂有众生求佛道者？啊，若见若闻是《法华经》，啊，若能够见闻到这部《法华经》，而且闻已还要能够信解受持哦。”啊，要能信解受持的话，那么当知是人得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啊，不仅要信解，还要能够怎样受持？啊，受持啊！所以呢，这种信解受持，一方面也是要能够圣解啊，不仅信解，还要圣解，才能够超凡入圣嘛，哈！啊，那当然，我们在初步哈，是先希望能够信解受持。啊，能够信解受持，方向走得对，那是比较迈向了什么成佛的方向。啊，能够一步一步的朝向这个成佛之道嘛。啊，踏上成佛之道，比较知道方向，就会近或者未近。啊，那当然过程是不是很多的果位啊？啊，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果位，那这些果位我们要清楚啊。啊，要清楚明白啊！所以，当我们清楚明白的话，我们就不会急于速成了吧？对不对？就像做学问一样嘛，啊，是年复一年、年复一年的去累积下来的啊。修行更是如此啊！所以，这以上是属于法说的部分啊。那接下来呢，就譬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对药王说：“如果有人啊，他渴乏虚水啊，在比方在沙漠里头。”啊，走啊走啊，非常的渴啊，或者在高原里头啊，在高山上面啊，于彼高原呢就穿凿求之啊，就赶快要想要挖地上的土啊，看能不能挖到水啊，啊，看能不能挖得到水，但是在挖的过程犹见干土啊，怎么挖都看的都还是干干的土，那就知水怎样上源，对不对？就等于还没有寻到水啊，那施工不已呢，转见施土啊，逐渐治泥，其心决定知水必尽啊，啊，如果能够施以很多的功夫啊，那么不断的再去寻找啊，很多去钻很多的洞，那么钻看哪一个洞里头发现说，哎，不是干土，而已经看到了施土啊，见到施土了。那么再钻下去，是不是就会有泥巴？啊，有泥巴再钻下去，是不是就知道下面应该有水了？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啊，所以一旦看到那个，是不是就很有信心啊？就会往下一直钻，一直钻，一直钻，那是不是就有机会这个取到水？啊，所以呢，就知水必尽啊。啊，所以我们学佛的道路也是这样嘛。啊，如果能够。啊，越学越自在啊，越能够深观因缘法，就会越来越自在，越来越自在就表示离解脱的方向比较近，是不是？啊，表示走对方向。
如果越学越痛苦越烦恼，那就错了，对不对？就好像甘土一样嘛，离水上缘啊。好，所以那个暖鼎忍世第一也是这样嘛，对不对？暖胃会让我们越学越怎样，越法喜啊，心里越喜欢啊，觉得说哎，这个是欢喜的一件事情啊，会有一份法喜的感觉，那也表示哈、啊、在智慧之学上是对的啊，越学越能放下嘛啊，越学越感受到真理法则啊，越能够跟真理法则相应相契，那就是一种暖胃，表示方向是对的啊，才有机会从暖顶忍到世第一乃至解脱，对不对？表示方向是对的哈。好，那这是譬说啊，之后呢再把它合到一起来，合在一起啊，合说啊，801页。菩萨呢亦复如是啊，若未闻未解未能修习是法华经，如果还没有机会啊能够接触这部法华经的话，那当知是人呢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上缘啊，啊就表示还离得远远的啊，还不知道方向。如果能够得闻而且思维并且修习，那必知得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啊就会知道如何的能够迈向成佛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者何啊，因为一切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皆熟此经啊，啊所有一切菩萨如何的具行菩萨道啊，从发菩提心到三菩提到三藐三菩提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也等于是最后是不是也要会三皈依啊，啊也才能够成佛嘛啊，那皆属此经，都会从这部经典出来的啊，因为此经开方便门而且是真实相啊，广开方便之门啊，也让我们知道何谓全巧方便之门，何谓真实相，有没有啊？所以呢是法华经藏呢深固悠远，无人能到，今佛教化成就菩萨而为开示啊。好，所以这部法华经呢啊，它是这部法华经藏来讲的话深固而悠远啊，表示啊能够去深观啊，而且是可以走很遥远的一条路，那这条路啊也等于是让我们踏上成佛之道嘛啊，让我们如何能够超凡入圣啊，到初地，从初地一直到实际啊，但过程还要经过什么无生法忍啊，那么才能够成佛的啊。那如果不是透过法华经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不容易到达得了啊。所以呢现在啊，那佛陀教化啊，佛陀在教化呢就是希望能够成就菩萨道业啊，所以特别为菩萨来开示，因为要会三皈依嘛哈。那当然其实像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也是非常的清楚，对不对？从五圣共法到三圣共法到什么大圣不共法啊，那这个也是哈，因为我们明白次第的话，其实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我们就会能够这个胸有成竹啊，比较不会被外境所困扰。不然有的人说哎，这样修行很好，那样修行也不错，然后我们就追来追去啊，结果呢都还只是学到皮毛而已 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怎样，要能够怎样深入啊，深入法性，其实是还是要深入法性啊啊才可能啊才可能，因为一直在表象上追逐那是永远追不到的啊。尤其我们说要超凡入圣，是不是要透过放下啊，透过放下对相的执着，放下自信妄执，是不是才有机会能够超凡入圣啊啊，都还是修行的三大奥僧祇劫里面的第一步而已呢啊啊。所以呢其实啊，等于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整个的次第啊啊，在修行的道路上比较不至于迷失啊，也比较能够知道说哎，方向没错啊，大方向没错之后才能够啊修正我们的小的方向，大方向如果错的话小方向修正也没用啊，对不对？有时候走错了方向也不对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减肥减责啊，
谴责不对的部分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又对药王菩萨说：“若有菩萨闻是法华经啊，而经已部位的话，那当知是为心发意菩萨啊。若声闻人闻是经呢，经已部位的话，当知是为增上慢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哈，一个是如果是菩萨道来讲的话，那当然就是初学者叫做心发意菩萨啊。刚开始发心学菩萨道的话，那我们当然都还是从凡夫菩萨开始啊。但是呢，一听闻到《法华经》却经一部位哈，很难去理解跟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心发意的菩萨，他不知道如何全巧变通。因为他不知道全巧变通的缘故啊。如果是声闻呢啊，会变成什么增上慢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实啊，一个是不知道全，一个是不知道实的缘故啊。啊，那么也就是说声闻人如果听闻到这部经典而经已部位的话啊，那么表示他只是去感受到所谓的这个实相，他去触碰到的实相，他只触碰到那么一点点，他就自以为满足了，所以就会变成是什么增上慢人啊，增上慢人，是因为他不知道实。其实所谓的实啊，就好像太阳光一般，他其实只有碰到了什么一线曙光，他就引以为足，他就自以为我这样就够了啊。那么其实叫做增上慢人，这样是不是又阻止了他的进步啊？他是不是还有进步的空间啊？但是因为他的心量很小，他就以为这样就满足了，所以呢叫做增上慢人，这样能理解吗？啊，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实相其实可以扩大啊，可以到尽虚空界嘛，啊，可以到尽虚空界，他不知道啊，他以为哎，这样子我能自我解脱，我就觉得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我就够了，对不对？那这样是不是就停顿了？就会停顿，是因为他自以为是的缘故，是因为他增上慢的缘故啊。所以《法华经》里头是不是专门针对声闻告诉他这样是不够的啊？这个也不过过程当中的什么全巧变通的一个过程而已啊。所以呢这样是不够的，那么才有机会啊。像比方说声闻如何回小向大哈，要能够怎样自知哈，耻啊，羞耻自己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啊，啊，很局限的，啊，那就要怎样去行菩萨道才可能去扩大，对不对？啊，那如果是菩萨道者呢，啊，这个不容易理解《法华经》，也表示这个只是刚上路的菩萨而已，啊，不知道如何的全巧变通，不知道如何的由全巧变通而到实相，到了实相是不是也只是超凡入圣而已啊？他后面的路是不是还很长呢？啊，那透过《法华经》，就是让我们整个的道路是清楚明白的，就不至于怎样经一部位嘛。啊，所以这个叫做减肥，啊，有所不足的部分，有所不对的部分呢，那么都能够啊，透过《法华经》而能够怎样有所修正啊，这个叫做减肥哈。好，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科判表里头就会知道啊，我们目前呢把判经法的部分讲完啊，接下来呢是方轨有没有啊，是方法跟这个轨则啊，所以首先呢明三轨啊，其实又有三轨啊，所以佛陀呢就对药王菩萨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在如来灭后呢还想要为四众来说是法华经者来讲的话，那么云何应说啊，要用什么方式来说啊，来讲经说法呢啊，那么是善男子善女人啊，有三个规则，要怎样
入如来世，着如来衣，坐如来坐，这个叫做三个规则啊。而乃因为四众广说思经啊，啊，也就是说，如果要宣说《法华经》的话，在尤其在如来灭后，有没有啊？如来在世的时候，就由如来宣说嘛，哈、啊。如来灭后，是不是就要靠佛弟子来宣说啊？啊，但是呢，佛弟子一定要怎样？要能够入如来世，着如来衣，坐如来坐的这个大原则。那何谓入如来世呢？啊？所谓的如来世者呢，就是一切众生中呢大慈悲心事啊，啊，因为如来世里头哈、啊，如来的心事当中啊，所充满的是不是都是对众生的那个大慈悲心啊？所以如果要宣说《法华经》啊，也必定要是一位菩萨啊，是为了悲悯众生之苦嘛，啊，所以呢，一定要有什么？所谓的入如来世，就是一定要有要持着什么大慈悲心，大慈悲心，而且要着如来衣啊。何谓如来衣呢？柔和忍入心呢、啊？啊，我们说要披上如来衣，表示要非常的柔和，而且怎样忍入，接受所有一切众生啊。因为如来是不是从菩萨道来的啊？菩萨道是不谴责众生的呢，善类要度，恶类是不是更要度啊？啊，守戒者呢，啊，当然诸佛菩萨都会很欢喜的。但是破戒者呢，菩萨是不是要更关爱一些啊？啊，对不对？啊，破戒者其实菩萨是不是还要更要去帮助他啊？这个就不是我们凡夫所能够理解或者做得到的部分啊。所以我们说所谓的菩萨，他是不是要超越凡夫啊？我们不能用很凡夫的角度来想这些事情，对不对啊？那这个之所以柔和忍辱，是不是也因为升观因缘法的缘故啊？啊，所以呢，要能够着如来衣，也就是要能够柔和忍辱啊，对众生呢啊，这个逆来顺受啊，这个忍辱包括对人际之间的耐怨害人，对不对？对整个的大自然里头安受苦忍啊，那对法上要怎样谛察法忍，还要能够谛察法忍啊。就像我们说从声响忍到柔顺忍，乃至到什么无声法忍，有没有？所以我们说菩萨道上不是用正果位，而是什么？用忍位。忍位，所以这个忍位上面呢，其实是对佛法啊，在法相的世界里头对法性的确认。法性上面的确认是怎样？确定平等性。看到的相虽然还不平等，我们现在看到的相是不是还不是不平等啊？但是我们确信因缘是平等的，因缘它非常的平等，所以呢，可以让我们排列组合出不同的现象来。每个人的贫富贵贱、聪明鲁钝，看起来现象上是不平等，但是如果我们升观因缘法，是不是非常平等啊？是不是各有因缘啊？所做的努力是不同的，各有不同啊！啊，所以呢，我们说透过因缘法，也让我们能够柔和忍辱。啊，这叫着如来衣，并且还要坐如来坐。所谓的如来坐，就是要怎样？一切法空啊，是不是还是要深入空义啊？啊的这个空，我们说这个甚深的空义，或者缘起性空的空，都在展现什么？平等心，它是一个否定式的符号，有没有？在否定什么？特殊性。是不是在否定单一不变实有的什么主宰性？如果具有单一独存性啊，或者不变性，或者实有的主宰性，表示它是怎样？是不平等的嘛，特殊的嘛，是不是？那么这个空是不是专门在破除这个部分呢？啊，否定不平等，展现什么
平的心。所以一切法空，也就是在讲所有一切法啊的这个现象都必有其什么因缘，而这些所有排列组合出来的因缘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平等啊，叫做一切法空，能理解吗？啊，缘起性空的空，它是在展现平等性。哦，所以我们说，哎，缘起性空是最能够去表达什么真理法则，有没有？所以我们说，哎，这个要踏上成佛之道，是不是就是要踏上所谓的般若道啊，才能够到方便道，啊，能够验证到了从性空而到相空之后呢，才啊才叫做圣贤菩萨，他是不是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沿途熟生啊，修道位上的嘛？啊，所以呢，都要透过什么一切法空，叫做如来坐，啊，能够安住世中呢，然后以不懈怠心，为诸菩萨及四众广说是《法华经》，啊，要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切入啊，那才算是安住世中，有没有？这个是不是安住在正法上啊？啊，安住在因缘法上。就不会自以为是，就不会增上慢，就不会觉得自己自以为了不起，是不是更知道自己的那个微小啊？啊，更感受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因为想到的是更广大的众生，自己不过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能够安住世中，安住在正法上，啊，之后呢，就以不懈怠的心。所谓的不懈怠，就是只问耕耘而不问收获的心呐、啊，是不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对不对？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才是真正的不懈怠的心。我们很容易懈怠，是因为我们看到结果，啊，果相不合我意啊，我的理想定得这么高，结果还没到这到达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就放弃了，就懈怠了。啊、哦，我已经很用功了，但是怎么业障还现前？我们是不是就很难过、啊？是不是很容易懈怠？啊、哦，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因缘法啊、哦。我们的用功所得的结果，并不是业障的现前，而是业障的现前是不是也有过去的恶的因缘呢、啊？啊、哦，我们的用功修行是在下善的因，它的善果还没结成嘛。对不对？还没出现，确实呢，过去恶因恶缘的恶果先出现。那么，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用功而出现的业障。啊、哦，如果没有因缘法，是不是就搞不清楚啊？就以为哎，我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用功，结果业障依然现前，好像修行就没用一样。那是不是颠倒啊？是不是在起颠倒？哦。所以呢，一定要知道哈，要深观因缘法是很重要，要知道来龙去脉，啊，这个要知道因果不爽啊，啊，因缘果报是不会骗人的，它是自然结成的，有如是因就必哈、啊、透过缘就会获得什么如是果报嘛，啊，所以这些呢都不是啊不是看表象看得来的，是不是要深观因缘法、啊？啊，所以呢，真的要能够哈、啊、广说是《法华经》，一定要深观因缘法，啊，要以不懈怠的心啊，而且是要守住这三个规则，就是要能够什么以大悲的心来入如来之事，对不对？啊，以柔和忍辱之心来着什么如来衣，对不对？要以一切法空等于是。才是坐如来坐啊，来广为菩萨及四众，而且是不懈怠的心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才是真正的不懈怠。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不懈怠的心呢、啊？啊，来广说是《法华经》啊，才能够来说这部《法华经》，也表示要能够广演是经，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一个什么规则。态度心态啊啊，那么这样子也才能够怎样能够啊，佛陀就说那么他可以示现五义啊，有五种利益啊，所以佛陀接着就讲药王啊，佛陀我呢啊
于国呢浅化人啊，如果能够有前面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一个态度啊，这样子的轨迹啊，用不懈怠的心，那么佛陀就算啊在这个世界啊，在比方在娑婆世界他已经涅槃啊，那么他也能够啊在其他的地方浅化人啊，能够，因为这种其实也是因缘自然会合的了啊，自然会有人能够怎样来，等于是能够来集听法的众，一定能够跟众生去相应的，因为所宣说的是不是就是佛的正法、啊、佛陀正法嘛，与佛相应的话啊，所谓的与佛相应等于是与因缘法相应啊，他是非常正确，不是为他自己啊，是讲的是什么因缘法，那是不是会有因缘的感召啊，其实也会有因缘的感召啊，那当然佛陀呢是说，哎，我也能够去帮助他去集合什么听法的众，只要你愿意发心去讲，那我也能够协助啊，让这个说法者能够有听法众啊，因为没有听法众他是不是也没机会说法啊，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而且第二个呢还能够派遣啊，像化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听其说法，啊，也等于是遣四众弟子、佛弟子们，啊，来听其说法，啊，而且呢，是诸化人呢，闻法信受，随顺不逆，啊，是因为这四众弟子他本来就是佛弟子嘛，啊，还不是教外之人哦，是不是教内之人啊？那教内之人就是要与法能相应的人啊，所以自然就能够闻法信受嘛，随顺不逆啊。第三呢啊，也就是若说法者在空闲的地方呢，那我也能够时时的去广遣啊天龙鬼神钱达婆阿修罗等来听其说法啊，也就是说这位说法者就算是在这个在户外啦空闲之处啊啊，没有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但是他所思考是不是都跟法比较能相应啊，那佛陀呢也能够啊遣这些天龙八部的有形无形的众生来怎样听其说法啊，因为他内心是不是也充满了佛法啊，啊，也能够充满佛法，那么跟天龙八部的善类的众生啊，也能够相应。所以我们说讲经说法不只是人呢、啊，是不是还包括非人嘛？人与非人都能够怎样聚在一起的啊？就像这些天龙八部的众生们啊，还有呢，佛陀说我虽在异国，虽然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娑婆世界，其实佛陀尽虚空界啊。他也不是只有在娑婆世界啊，但是呢也能够时时令说法者得见我身啊，啊，能够常常的让说法者呢能够理解何谓佛身，所谓的佛身是不是就是因缘啊，佛陀佛的法身是不是尽虚空界啊，尽虚空界有没有固定的形象啊，其实是没有的哦，如果我们理解了因缘法，就如同见到佛陀的法身啊，是不是？哦，倒不是说一定看到了佛的像啊，啊，当然我们说，哎，如果说法者来讲的话，也难免，比方我们说，哎，有僧宝具啊，僧宝在的地方，是不是得三宝具足？三宝具足的话，是不是也一定会有佛像啊？有经典嘛，三宝才算具足啊，也可以看得到佛像，对不对？为了度化众生，是不是也得要设佛像啊？啊，有佛像也容易聚集信众，对不对？啊，一种是属于有形的佛像佛身，还有呢就是什么尽虚空界的佛的法身，是不是也是佛身啊？啊，时时得见，所以这个得见不一定是见到有形象的，包括无形象的尽虚空界的法身算不算呢？还是算的哦。啊，那第五呢？若于此经忘失具足具斗啊，我还未说令得具足。
啊，也就是在说法的过程可能难免啊会忘了一些词句，那么佛陀也能够啊能够相应啊，等于协助啊，不要忽然间断线，对不对？或者脱线啊，表示说哎啊，人力虽然有限，但是也有诸佛菩萨天龙八部的护持嘛，对不对？啊，能够让整个说法比较怎样顺当啊，顺利一些，也就是所以这个也是佛陀在鼓励啊，真的愿意说法，而且还要手持这样子的这个轨，这个方轨啊，方法跟规则的话，那么佛陀自然能够怎样来护持啊，自然能够护持来示现五种的这个利益，来帮助啊说法者能够讲经说法顺利，对不对？能够有听法众啊，能够有这种殊胜之处啊，那主要还是为法，不是为这个说法者啊，对不对？因为是法的可贵嘛啊，法能够让我们听闻之后啊启发我们的善根因缘啊，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嘛啊，也能够启发我们的慈悲心，对不对啊？也能够增长我们的什么信愿的力量，这才是重要的，是为众生呢 啊而不是为说法者哈。好，那以上是属于长行的部分，接下来就是寄送了啊，寄送啊。所以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啊，欲舍诸懈怠啊，如果要舍弃这些懈怠啊，要能够以不懈怠的心啊来这个学习妙法莲华经啊，那么就应该要啊应当听此经啊，啊要来听闻这部经，因为世经呢难得闻啊，信受者呢亦难啊，不仅非常难得能够听闻得到这部经啊，而且呢要能够信解受持，是不是更困难呢？ 好，那也透过譬说，有没有如人渴需水啊？那穿凿于高原之地呢，还是看到很干燥的土，那么就会知道这个要取水的那个水是不是还离得很远呢？如果我们能够渐渐看到有湿的土泥的话，是不是就决定知道啊，已经靠水很近？啊，这样子凿下去总有机会去取到水，啊，所以把它合起来说呢，啊，那么就是说，药王你应该要知道，像这样子的人等呢，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是没有听闻妙法莲华经的话，那去佛智是不是甚远啊？就好像干燥的土一样，离水很远。没有听到妙法莲华经啊，那么离佛陀的智慧是不是还非常的遥远啊？但是如果能够听闻到这部深经来讲的话，而且还能够觉了声闻法啊，要能够理解所谓的声闻法，它是不够究竟的，菩萨道才是究竟的啊，还能够会三皈依啊，还能够这个为时而顾全嘛啊，声闻法呢，难免还是属于权巧变通之法啊，所以呢，愿意能够回小向大，也是觉了声闻法啊，并且呢，会知道这部经呢是诸经之王啊，那听闻见闻以后呢，还能够审细的去思维它，那么当知此人等呢，尽于佛智慧。啊，就算是比较怎样往佛陀成佛之道上面啊的方向来怎样努力啊，知道这个方向是没错啊，就好像见到湿的泥土一样，知道水已经怎样不远了啊。好，那这是何说啊？之后呢，方轨啊，所以要先明三轨嘛啊，所以呢，若人啊要讲经说法啊，要能够说这部经来说的话呢，那么应入如来之事啊，还要着于如来之一啊，并且还要做如来的座，那就会触众无所谓，在众生当中呢，他没有任何的恐惧害怕啊，并且还能够广为分别说，非常广而且深细的分别的分门别类来说清楚道明白啊，是因为所谓的如来是什么大慈悲
为是。啊，也就是说是必须是以大慈悲的心，是以柔和忍辱的意，着柔和忍辱之一，有没有？这才是如来的一呀。啊，所谓做如来的做呢，就是要知道诸法空啊，为做。啊，要能够理解甚深的空义，或者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法性空慧，啊，那么除此来为说法。那么若说此经呢，有人啊，也有可能会怎样恶口来骂，或者要还要加刀杖来剐食。那么念佛故应忍呐，啊，啊，就说也难免还是会碰到恶类的众生，是不是有可能啊？啊，尤其这部《妙法莲华经》哈，啊，那么前面也讲会招人的什么怨忌，有没有？啊，会想要去毁谤嘛，所以也难免哈，啊，有看到啊，可能会碰到有人恶口来骂，啊，或者还动手动这些工具，啊，想要来伤害啊。那么这个说法者就要怎样？念佛故应忍啊，啊，念着佛陀。成佛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都非常的这个崎岖，这个坎坷啊？行菩萨道上是不是也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行菩萨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啊，过程当中一定还是有很多的起伏，很多的挫折啊。那我们一旦体念到佛陀成佛之困难，表示行菩萨道上是不是也非常的困难呢，啊？啊，所以一定要怎样？要能够忍辱啊，能够对法的那种确认啊，能够深入法性啊，要知道因缘法它的平等性啊，而能够确认的话，才不会动心，才不会被外境所考倒，对不对？啊，因为深入到因缘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啊，这个跟我们的业障是不是也有一些关系啊？或许我们宿世也曾经毁谤过，是不是有可能啊？都有可能。好，所以呢，我千万意图呢，现境坚固身啊。啊，佛陀呢，可以化现千万亿佛土里头，为什么还是能够坚持着啊？因为这些千万亿佛土里头，是不是有净土，又有秽土？秽土里头是不是众生啊？这种恶类的众生也会不少，但是佛陀在菩萨道上啊，那么还是非常的怎样清净而坚固啊，能够保有这份心，所以他的身是不是也才能够坚固啊？啊，而且不为己求才是真正的清净，如果为己求呢，就是杂染的吧啊。所以佛陀不仅在这个空间上啊能够坚持，并且在时间上是不是还是一样坚持啊？这种坚持其实也是对法的确认，虽然现象上看起来是不平的，是起伏的，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深入到因缘法，它是不是平等性的啊？所以于无量义劫当中，这是在时间上的哦的坚持。所以我们说在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这个时间是不是没有止境的啊？是不断的在流转的。但是佛之所以成佛，也就在于他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还是如此的坚持啊，不管碰到任何的外境啊，在时间在空间上，佛陀行菩萨道的时候都是如是的坚持为众生来怎样说法啊。所以我们说要深入法性是很重要的，深入因缘法的平等性啊。所以呢要透过这三轨很重要哈，是大慈悲心，是柔和忍辱啊，是这个诉说的还是诸法空性，对不对？缘起性空的这种诸法空为作嘛啊啊。那么佛陀呢也示现五义啊哈，啊，所以佛陀就讲，若我灭度后呢啊有能够说此经者呢，那么佛陀也会遣化四众比丘、比丘尼及清净的侍女啊，也就是这个这包括优婆塞跟优婆夷，清净士跟清净女，是不是就是在家啊男居士跟女居士嘛啊，叫做清净士女
那么来供养于法师，啊，来引导诸众生，也等于是会有这个信哈，啊，护持者来共同的来引导，啊，集智令听法啊，佛陀也会协助啊，来集四众弟子啊，来听闻佛法啊。那如果碰到有人欲加恶，刀杖及瓦石啊，那么他也会遣变化人来为之做卫护啊，也会这个能够这个感召这个护法者啊，碰到这种恶因缘的时候也会有人来护持的啊。那若说法人啊之人呢，独在空闲处啊，寂寞无人声的时候，那么在读诵这部经典呢，那我耳时呢也会怎样，也会出现啊所谓的清净光明声，也等于是他的法身啊。在因为在读诵的时候能够升观因缘法，是不是也如同见到佛陀的清净光明声呢？啊，对法的那种深切的认知啊，就像金刚经里面讲莲华色比丘尼啊，在佛陀去倒立天三个月回来的时候，他是不是急着去见佛陀的色身啊？佛陀告诉他说，不是要见我这个色身，而是怎样，像须菩提，他在他的精舍里头，是不是升观因缘法，如同见到佛陀的法身啊？所以这叫清净光明身啊。那如果啊说法者呢，他忘失了章句，那么佛陀也会协助啊，为说令通力啊。啊，那如果有的人哈，啊，他具有这样的德行，或为四众说啊，或在空处在读诵经典呢，皆得见我身，都有机会见到我的身。这个身啊，倒不一定哈，啊，是这个具形象的身，而是什么？其实清净光明身是更重要的，也就是所谓的法身。法身也就是什么？因缘法。啊，所以我们说山川无非。啊，是佛陀的法身，有没有？啊，那这个，啊，所以呢，我们说要见佛陀的法身，就是深入因缘法，理解因缘法的那份平等性呢。啊，所以若人在空闲之处呢，佛陀也会遣天龙王啊，天龙八部里面的啊，天龙王呢，夜叉啊，鬼神呢，来做什么听法的众啊，所以世人呢，就会能够怎样说法。乐说法分别无挂碍啊，他就能够不断的去怎样说法而没有任何的挂碍，因为所有一切因缘法是不是非常的平等的 啊因为诸佛呢会护念的缘故，也能够让大众起什么欢喜的心啊，所以最后呢就结劝啊，那么亲近啊，那么所以呢最后说，若亲近法师速得菩萨道哦，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法师品嘛，那这位法师是不是也就是菩萨啊？啊，就说是一位菩萨法师，那么所说的才是大乘法啊。那如果能够亲近这样子的这位菩萨法师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速得菩萨道啊？啊，因为比较接近菩萨道，所以随顺师学，得见恒沙佛啊。如果能够随顺这位法师来学习的话，那么是不是就有机会能够见到恒沙佛啊？为什么能够见到恒沙佛？也就是生生世世尽未来际当中啊，无尽的未来际当中，是不是都有机会能够直遇诸佛啊？我们有无限的生死，无限的什么这个啊，等于是能够延续我们的法身慧命，是不是一辈子一辈子当中都有机会见到佛陀，能够直遇诸佛啊，就如同什么恒沙佛一般呐，啊，就如同恒沙佛一般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啊，最后结劝要亲近啊，宣说《法华经》的法师。啊，那么来行菩萨道，并且尽未哈，啊，无尽的未来际当中，生生世世都直遇诸佛，所以叫做得见恒沙佛，啊，好，那么以上啊，我们把法师品第十讲完了哈，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阿弥陀佛。